在情人节前夕回台出席代言活动，虽然穿着裤装，但配上超 V 领口衬衫，大露眉胸，美到出水。但记者们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！把空气突然安静，就这样空白了五秒，记者就像活过来一样，终于切入正题。有动态吗？最近比较没有联系。那你让他在脸书上那个互动的事情吗？有听说，看到他有在里面，就是好像有撩妹。比较不知道细节。所以都没有看他的那个节目内容吗？对，最近还没有，之后我来关注一下。哇，套活果然猛烈。对于即将到来的情人节，志玲姐姐竟然哭喊没人约，你信吗？很快就到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自己过就好了。看来不来得及找到一个伴可以一起过七夕。都没什么特别的计划吗？目前没有安排，也没有人邀约，很可惜。这怎么可能啦？喜欢志玲姐姐的朋友千万不要客气哈。而即将迎来出道20周年，志玲姐姐也求饶记者不要再这样说。你们不要再提醒我这件事情了。我常常会希望，如果大家叫我一声志玲姐姐的话，我会很希望在大家面前可以呈现说，这个年纪我们可以活出最好的自己。可是有一天我作文了，也请大家就接受了。哎呦，不许你胡说，你是大家永远的志玲姐姐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